们今天想用吉他来弹一弹大本诗歌的敬拜或者诗歌，因为我们教会生活有许多的姊妹事情人数不够，所以我们只会吉他，也只能用这样的乐器来服侍。那甚至可能会弟兄姊妹会觉得吉他弹诗歌可能适合补充本，可是大本诗歌可能要看看适不适合。那尤其敬拜诗歌，可能弟兄姊妹的观念又或许保守点，就觉得它是不大恰当的。可是我们毕竟只会这样的乐器，那施行的人又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将就着来试试看用这样的乐器来弹敬拜的诗歌。那我们今天用大本诗歌第十四首他的信诗来唱。那他是四四拍子C大调诗歌。那我们因为C大调他唱到高音咪的时候，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其实是蛮辛苦的，尤其他的副歌那个咪还持续了两拍。好，那这个唱久了其实不大容易释放，所以我们把它降成 A 大调来弹，唱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，那姊妹会可能更好一点。如果练过的姊妹其实都是没问题的，可是一般的姊妹的音域，她的音色虽然高，但是她的音域毕竟比弟兄姊妹低一点，所以姊妹唱起来会更辛苦，所以我们降下来来唱试试看。浮生